豪门斗争，外遇背叛，女人心计，这种侯妈剧我看的可多了。由王牌编剧金顺玉、戏剧女王张瑞熙再次携手，紧张刺激，高潮迭起，大快人心的收视奇迹之作。姐姐，我也是很忙。Bravo！ 4月13号晚间8点到10点，姐姐还活着。